安宁病房是何种治疗方式？安宁病房对病患的治疗方式是进行最低限度的医疗行为，还是会用药，不是不用药，一定会用药，还是会。马医师之，就你所理解，全世界目前可以执行安乐死的国家有多少？走在建议先不要讲，因为等一下题目可能会触到。真的？那有几个？是不是有包括日本？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